人冲下车，手拿球棒开声道，围住一名男子，杀红了眼，乱挥乱砍。男子被打趴在地，更多人围了上来，地上喷溅血迹，场面失控火爆。走！男子被挥砍到大马路上，全身是伤，躺地，一群人才鸟兽散。警方火速抵达现场。很多人拿棒球棍，然后敲那个门，敲完之后，然后开始敲车。恐怖冲突惊动不少民众。据了解，22岁刘姓男子疑似不满日前在台北招待所喝酒时，遭25岁罗姓男子泼酒在脸上，引爆冲突。为了出一口气，伙同5名朋友准备好球棒、开山刀，约对方到新北三重大同公园谈判。一下车，旋即6打1，朝罗姓男子一阵挥殴。他不甘示弱，也拿球棒回击，却寡不敌众，被打趴在地，双手及右脸颊有撕裂伤，无生命危险。6名嫌犯全部于3小时内查缉到案，讯后依杀人未遂罪、妨碍秩序罪嫌，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。嫌犯供称是酒后冲突，但喝个酒而已，拿开山刀、球棒当街将人打到伤痕累累，案情恐怕不单纯，是否有其他隐情，还有待警方持续厘清。记者叶伟林、范雅乔，新北报道。